对，我们准备吃饭。好饿了，一天都没有吃饭。姐，你干嘛一个人来？我姐夫呢？啊，在家呢。为什么在家？在家就在家了。嗯，有点不对劲。我翻掉了。嗯，不行。你一个人大老远的那么过来，姐夫又没下来，大马路吵架了。我一个人就不能过来吗？一定要吵架才能过来吗？肯定是吵架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会一个人过来？一个人就不能来。我想宝宝了，宝宝你想我没有？想了没有？想啊。那你想不想你姨父？喝奶茶。哦，那你姨父呢？王大姨，你说姨父怎么没来？是不是真的吵架了？吵架了，你一说嘛，有什么？两姐妹有什么不能说的嘛？没有。行。那坐坐坐，一个人也可以玩的，自由自在，是不是？那不是你这样说的，你们两个是形影不离的，突然一下子大老远的这样子过来，你觉得对劲吗？肯定不对劲啊。哎。怎么还没打好？哎。没有。我们先去。一个人过来有什么奇怪的啊？一定要天天两个人约在一起吗？不是，你这都不对劲呐、啊！平时都是形影不离的，突然一个人还大老远的这么过来我们这里，因为不要吵哦，不可以吵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姨父都没有来，不想想他。对啊，姨父呢？你想我还是想谁？想不想姨父啊？你想哪个？我也想。那你姨父呢？姨父呢？你的也很漂亮。你跟我说你有没有读书？有没有读书？我这连连鞋。你这连连鞋啊？哎呀，好漂亮哦！漂亮哦！你明天带我去哪里玩？你先跟我说一下。明天带我去哪里玩？公园。就是又是公园啊！换个地方。打电话给姨父，叫姨父过来玩。打电话给姨父呗，啊，好不好？你的姨父怎么没有来？那不然的话，我去跟哥哥他们去玩了哦。那不行。不行。叫姨父来。姨父来。对。好了，洗澡了，快点，我帮你洗澡澡，好不好？好久没有帮你洗澡澡，帮你洗澡澡，好吧？嗯。好，那你晚上跟大姨睡啊。今天晚上跟谁睡？跟爸爸睡。你妈妈睡。跟大姨睡吗？确定吗？跟哪个睡？我要洗好台了。回答不上来了。我去洗好台。好吧。